前段时间刚刚出演中国古装电视剧《武神》赵子龙的少女时代人气王允儿，昨天又出现在代言活动现场，一身透视白衣，充满小心机，依旧清纯邻家范儿十足。刚刚在中国拍过电视剧的允儿，飙起中文来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大家请多多支持 Inspire、别忘了我呀。过得好吗？我很想你们。要想知道这位清纯美人在中国到底有多火，看看现场这帮已经失去理智的粉丝就知道了。不过不管粉丝们 hold 不 hold 得住，都阻止不了允儿卖萌的脚步。现场允儿群装骑单车点亮绿色骑行活动，连下单车的方式也是美美哒。